从大洋彼岸回来的美女，托我把她的爱意告诉给她最爱的男人王希逸先生。我回来了，这一次你就是我唯一的最最重要的观众。希逸的眼里只有我，陈嘉欣，他一定会选我，而不是你。你都想起来了？嗯，这原本是你生日那天我为你准备的节目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是安娜，从现在开始只属于你，王希逸。但是安娜，我现在有嘉欣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了，祝你幸福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希逸的心里只有我。街角昏暗的路灯，拆穿我伪装的冷，你脸上余温早已让我心。就当是 goodbye kiss 吧。嘉欣说你明天会带她出席年会，正式公开你们的关系，那今天晚上就当作是我们最后一次约会，陪我好好吃一顿饭吧。嗯，谢谢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哪个家？王家。
喂，西医在我这儿，你来接他吧。正在等你呢，进来吧。你先坐会儿啊，帮你倒杯水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我和西西喝多了，所以没有接到你的电话。你们喝多了？你知道的，就随便聊聊啊，相互缅怀一下那些我跟他都很开心的记忆。别误会啊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跟他说我很难怀孕了，他也跟我聊了成为小西米爸爸的心情，说自己是个特别不合格的爸爸，得加倍努力才行。我说我也会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，即使是领养的孩子啊，我也会给他我全部的爱。你不继续跳舞了？唉，我累了，我现在渴望的不是舞台，而是一个温暖的家。今天是奶奶大寿，我还要挑一个礼物送过去，那西医就还给你了。拜拜。昨天晚上我喝多了。我知道，安娜都已经告诉我了，我给你泡杯茶。那个，我昨天跟安娜把事情都说清楚了。我知道，安娜跟我说了，我跟安娜已经结束了。陈嘉欣，你别跟我闹脾气了好不好？陈嘉欣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昨天晚上其实事情经过是，我是不相信我自己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时间太短了，我没有信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你真的爱上我，我更没有信心认为你是真的想清楚了以后的日子要和我一起度过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说过我会给你还有小西米一个家。也许你应该再想想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如果没有小西米，
你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？别勉强自己。嘉欣，我想要什么，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奶奶的寿宴快开始了，你好好准备一下，奶奶让我早点过去，我们一会儿直接酒店见吧。